哎呀，来，他给你一个。谢谢。哇。嗯。好，来个羊腿儿，要什么？好的。我来一个。嗯，好吧。真香。老嫩了。做的真好。好的。炸骨鞭，哇，真好吃了，老羊皮的，这个羊皮好吃。嗯，太香了。真香，没有羊杂味儿。太香了，真好吃。还一块呗。嗯，真香。今天吃爆辣金针菇红烧五花肉，帅哥点关注，美女点红心，爆辣金针菇。吃了头。大五花肉，看看有没有食欲。这大五花肉看着想吃啊！哎，先来一小口。哎，这玩意儿几天不吃是真解馋呢。
太香了。这个视频我想要88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我讲啊。哎呀，真香啊，留一口。江鲤鱼哦，哇，太香了！哇，太香了。哇，我要大肉。太香了。哇，
鸡冠油啊。嗯，来个牛排，家人们，这大牛排看到你，我必须给从中间劈开一下子，咱们一人一块行不行？行。哎呀，哎，我先吃一块行吧？嗯。我先吃一块，我吃完这一块，然后给你们，行不行？哎呀，哎呦，我去！老油啊，兄弟们！嗯。嗯。最后几句话。老板，太香了！牛筋皮子，刚才是牛筋皮子。太热乎了，嗯，谁敢香？嗯，哥，过来一块，嗯，看着都好吃，来一块，哎，哎呦我去！牛排可真好了，哎呦我去，来，哎呦我去，慢，老香了，兄弟，嗯，哎呦我去，把我热的，慢点，慢点，哎呀，哎呦我去，嗯，嘿嘿嘿嘿，再一对牙。我天，慢点，香不香？嗯，这牛排没字了，兄弟们。哎呀妈，这牌子，我去，来吧。哎妈，吃完之后热一身汗，家人们，香不香？嗯，这一大块，妈真香。这一块晚上留给盼盼吃。行，晚上留给你吃，行不行？好。哎呦我去！嗯、哎呦我去！哎呦我，你嚼嚼。哎呦我去！嗯。哎呀妈，是咕噜咕噜，甜的。哎，对，好嘞。今天吃爆辣金针菇香酥鸡排，帅哥点红心，美女点关注，爆辣金针菇国漫火鸡酱的。酥酥脆脆，健康美味。留一口，哇！
鸡翅包饭。嗯，太香了。以后再吃、啊、你们感觉我这个鸡翅包饭有没有食欲？感觉有食欲的把你们免费小关注我点上一个，谢谢大家了。我感觉应该是差点啥，来点火鸡酱。哇，太酥了。哇，好几天没吃西葫芦，来个大西葫芦。红烧鲤鱼，昨天吃个肘子，别说我还是吃鱼好看，吃一口。嗯，别说我不适合吃肉，适合吃鱼。鱼脑，哇，这鱼是香啊。土豆炖茄子，哇，辣椒不辣。真不辣，哇，哇，太香了，哇。这个鱼剩了，晚上还能吃一顿。现在我们这都疯了，有鱼吃就不错了。啊！
这条鱼没了。